好，来，请林秘书长报告出席人数。出席委员93人，已足法定人数。现在开会，在进行报告事项之前，先处理108年9月3日朝野党团协商结论，请议事人员宣读。立法院朝野党团协商结论，实现108年9月3日星期二下午3时，地点一场3楼，决定事项一，各党团同意定于9月17日星期二举行第9届第八会及第1次会议开议日。本次会议暂不处理临时提案，本会期自9月20日星期五起，每周五及次周二视为一次院会。国社论坛及临时提案依往例处理，周五上午9时至10时视为国社论坛时间，周二下午5时至6时处理临时提案，质询期间周二下午1时50分至23时分处理临时提案。二，9月17日星期二，邀请行政院院长率同各部会首长列席，进行施政报告并答复质询。报告后随即进行政党质询，当日质询人数由民进党党团推派4人，国民党党团推派2人，时代力量党团及亲民党党团各推派1人进行。质询顺序依亲民党党团、时代力量党团、国民党党团、民进党党团之顺序轮流交叉方式进行。有关质询期间之顺序及人数均依例授权议事处办理。三，9月20日星期五当日及9月24日星期二上午，邀请行政院院长、主计长、财政部部长列席报告109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编制经过，并被质询。质询人数由民进党党团推派15人，国民党党团推派11人，时代力量党团及亲民党党团各推派2人进行。9月24日星期二下午，邀请审计部审计长列席报告107年度中央政府总决算审核报告及其他特别决算审核报告等案审核经过，并被咨询。咨询人数由民进党党团5人、国民党党团3人、时代力量党团及亲民党党团各推派1人进行。未参加党团委员得优先发言，执咨询顺序依例授权议事处办理。上述执咨询委员名单，请于9月19日星期四中午12时前送至议事处会诊。议案询答完毕后，即交审查，各党团同意不提出复议。四，请财政委员会于9月19日星期四下午5时前。将总预算案审查日程及分配表，并急送议事处，必提9月20日星期五院会报告。主持人苏嘉全、蔡其昌，协商代表柯建明、管碧玲、李俊毅、曾明宗、陈怡明、李红军、徐友明。开议日保留余者均同意。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以上朝野党团协商结论有异？无异，通过。108年9月3日朝野党团协商结论，经决定如下：一、本会期至9月20日星期五起，每周五及次周二视为一次院会。国事论坛及临时提案依往例处理，周五上午9时至10时为国事论坛，周二下午5时至6时处理临时提案。质询期间，周二下午1时50分。至20时30分处理临时提案。二，9月17日星期二，邀请行政院院长率同各部会首长列席进行施政报告，并答复质询。报告后随即进行政党质询。当日质询人数由民进党党团推派4人，国民党党团推派2人，时代力量党团及亲民党党团各推派1人进行。质询顺序依亲民党党团、时代力量党团、国民党党团、民进党党团之顺序轮流交叉方式进行。有关质询期间之顺序及人数均依例授权议事处办理。该次会议暂不处理临时提案。三，9月20日星期五当日及9月24日星期二上午，邀请行政院院长、主计长、财政部部长列席报告109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编制经过，并被质询。质询人数由民进党党团推派15人，国民党党团推派11人，时代力量党团及亲民党党团各推派2人进行。9月24日星期二下午，邀请审计部审计长列席报告107年度中央政府总决算审核报告及其他特别决算审核报告等案审核经过。
并被咨询，咨询人数由民进党党团五人、国民党党团三人、时代力量党团及亲民党党团各退派一人进行，未参加党团委员得优先发言，执咨询顺序依例授权议事处办理上诉执咨询委员名单，请于9月19日星期四中午12时前送至议事处会诊。议案询答完毕之后即交审查，各党团同意不提出复议。四，请财政委员会于9月19日星期四下午5时前将总预算案审查日程及分配表即送议事处，必提9月20日星期五院会报告。报院会均以各党团之位同意，本次会议仅处理报告事项第46案，请宣读。本院人事处函送立法院第9届第8会期各委员会召集委员选举时间地点表，时间2018年9月19日星期四上午9时至12时，地点如下：内政委员会红楼202会议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红楼301会议室，经济委员会红楼101会议室，财政委员会群贤楼9楼大礼堂，教育及文化委员会群贤楼101会议室，交通委员会红楼201会议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红楼302会议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群贤楼801会议室。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会照案通过，宣读完毕。报院会本案通过，现在休息。